大家好，我是卢广仲，这边是岩岛神社，我来了。谁说去日本只有东京和关西可以选择？小队长卢广仲就发现了另一种玩法。日本本州西部南邻濑户内海的山阳地方，也就是广岛冈山一带，有着许多值得造访的好去处。快跟着广仲的脚步，趁取景拍摄之余，带大家畅游一番。第一站来到的就是世界遗产之一的岩岛神社。这是你第一次来的吗？感觉如何？我很久之前就想来，因为我对这种庙都就很有兴趣。我到各地都会去当地最古老的建筑啊、古迹看。所以你应该之前就有看过类似这个介绍吧？因为毕竟它很大。我就上网说 Google 之类日本什么最古老建筑，然后就口袋名单。对。然后这次就看到本人，看到本人开心吗？很开心。位在宫岛，创建于公元593年，拥有约1400年历史的岩岛神社，大部分的建筑结构都被日本政府列为国宝。有小队长领军的一行人前来拍摄，脚架都无法放在地面，得抱在胸前才行，可见对岩岛神社有多么的保护和重视。毕竟这里自古以来就被当地居民认为是女神居住的领导。再一次，我讲给你听，你就照我的动作去做好了。好，再两次，往前，然后抬手，然后到完全空。他们说公道餐，就是人跟神明住在一起。这边的人吗？就是这边有神明跟人这样住在一起。那这样很不错啊。可是我就想要土地公也跟我们住在一起。很有梗，你很有梗。是吧？对，宅呆。对，我们还有灶神呢，厨房呢。要发功了。怎么觉得有点弱啊？对，怎么觉得有点弱？喂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？这是蜘蛛人吧？蜘蛛人。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跟岩岛神社 say hi 的广仲，还有个对象也一定要膜拜一下。在神社前方的朱红色大鸟居被誉为日本三景之一，是旅人必合影的著名景点，连小队长都忍不住开启了观光客模式。需要帮你跟鸟居本人拍照吗？需要吗？你在害羞吗？干嘛害羞？撑住，脚掉下去，这样。现在是没有要回来的意思吗？跳下去。也难怪广仲脚痒痒，想立刻跳下去。立于桥肩带的大鸟居，最为人赞叹的地方就在于涨退潮有着不同的风貌。小队长不小心错过涨潮时的美丽，扼腕到不行。退潮时又怎么可以不把握能近距离感受它的机会呢？你有点走太快了，还是要很注意。又，健步如飞呀！对啊，他跟游客并排，他跟游客并排，好笑，蛮有趣的。这个可以。看不出他神经病。好，请人家先过。哦，好有礼貌。它的那个造型，就是你近看才发现，哎，是跟远看的时候是不是不一样？差在哪里？就是我以为它就是这样而已，但是其实它侧面看，其实它还蛮多根，蛮 3D 的，它的结构，所以蛮神奇。而且它那个中间的有一根木头，超很粗很粗，有圆梦的感觉吗？就很酷，就近看跟远看其实不一样，有时候跟人生一样。在远方拍完小小卢广仲后，摄影师一群人也下去捕捉大大鸟居不同角度的震撼。没想到这时候广仲居然哭了，好害羞哦。
哇，无敌了！形象形象形象，你到底是要多近让他拍到你的脚掌啊你？嘿，晴空水上漂，哇！现在水温如何？凉，是凉的吗？舒服吗？舒服吗？这是你第一次在镜头前面光脚吗？这算有记忆以来。真的假的？我们独中赚到了！快让我们秀一下，你看一下你的广中的脚，广中的脚。因为这时候可能也要演动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很好很好。OK OK。哎。停了停了，好好好，很好。有鸟居合体。玩得开心吗？美好的舞蹈，美好舞蹈。但如果就是现在啊，要光脚跟刘海必切，你比较没办法接受哪一个？刘海必切，最后还是这个。这一点简单，这是吗？我问的太简单是不是？可以赤脚表演没问题。赤脚表演，那你现在要不要？赤脚表演过，有一次，很好玩，可是最后乐极生悲，就叫赤到不知道怎么。真的假的？难怪，那你以后都只能那个了。那还是要好好穿鞋子哦，谢谢。知道一点吗？重点是这个吗？重点不是应该叫大家来看这个吗？那还是很漂亮、很好玩的。然后大家来可以跟我一样脱鞋子，耶！虽然这么说有点夸张，但真的，一生一定要来一次的岩岛神社还有一个吸引人的点，那就是一踏进这个岛上，就有一群可爱的神之使者来迎接你。随处可见的鹿群，完全不怕生的任人抚摸，让广州情不自禁的再次露出脚丫，并带上他最心爱的吉他，坐在溪边边泡脚边随意弹奏着。那回击什么吗？你一弹抓你球，他就不吃了啦。没有，我给纸也可以。不要吗？粉群会围过来哦。跟他 say goodbye。好像有那么一点浪漫的和鹿儿嬉戏玩，要是肚子咕噜咕噜叫了，往商店街前进寻找美食小吃吧。广州首先要来尝尝的就是炸红叶馒头，红叶馒头可是来宫岛必带的伴手礼呢。卖什么口味的？布丁。你看得懂？你看得懂？布丁。没有他那个，他英文。啊，有英文。Come on。我以为你会日文。那么一点那个奶油口味的、啊，你要点他最传统的口味的、啊。这种不是 cream， 是 sweet cream。对啊。真的吗？再买一个。外籍不高。哎，这是什么 cream 的吗？嗯。哦。是好吃的意思吗？里面是什么？很特别，它的外皮有一点接近天妇罗的那种，有面皮的那一种。嗯，它面皮会有厚吗？可以说是恰到好处。把这半盘留给下一个幸运吗？好，没问题。谁是下一位？谁啊？我都接。好，红豆。就在门口写出好重视。而且要先用那个防腐剂把那个贴一张照片，说这个是红豆，这个很特别的食物，特别的红豆比较好吃，还是 cream 比较好吃？它的红豆，你看它芋头颜色，我喜欢 cream 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让我想到我阿嬷。因为我妈以前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，都会买一个 cream 的东西给我吃，奶油的产品。因为你很爱吃，因为她知道我喜欢吃 cream。真的，好感人的故事。吃个甜的开了胃，继续往商店街里面走去。创业66年之久的林先生烤牡蛎，直接在店门口现点现烤，令人难以忽视。当地盛产的牡蛎，颗颗肥硕饱满又新鲜。另外还有生的、炸的，满满一桌不同口感的牡蛎大餐，让爱吃海鲜的广州都瞪大了眼，口水直流。它这个也是像这
超多的。你真的是在拍照。我实验室一个木匠。报告常常不太准，我可以吃十个。烤的也很好吃，要不要吃看另外两种？不然，表情好夸张，是因为看还是好吃。好吃哎。所以现在生蚝跟烤的可以吃十五个，十五个 ，OK。大家找机会来吃，很好吃，真的。那你现在吃完了，你最喜欢哪个？烤的。小小队长一口接一口，一次一颗，完全停不下来，就可以想象有多好吃。尤其广州最爱的招牌烤牡蛎，连摄影师都抵挡不了它的诱惑。超好吃，烤的很好吃。好吃吗？没有，我只吃二十。除了牡蛎、红叶馒头，再加上星鳗，合起来就是宫岛必吃的三宝。另外，隐身在小巷弄中还有间咖啡厅。岛上的鹿以饼干之姿显身在甜品上，各式各样鹿造型的杂货小物齐聚在店内一角，都让人爱不释手。光是岩岛神社就可以流连忘返一整天，但这只是刚开始。小队长还要带大家去其他的景点走跳呢，我们回来又热血又惬意的行程等着你哟！完全娱乐财经苏俊宏日本独家报道。